救下了这个人。先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月光下，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。感到一种力量促使我的脚步，扭到滑板鞋，天黑都不怕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摩擦摩擦。你他妹的，我走到这儿，你开车走了，是不是人啊 ？Fuck！ 我真是个戏精啊我！我真是个戏精啊我！你守不了，你就给死在我手里。他看到我了吗？嗯，有锅了不起啊！哎，我为什么要在这戏精呢？我服了。